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贪婪韭菜。本频道是透过趋势线、支撑及压力的方式来分析个股，个股都不一定会按照这个方式去运行，所以就参考看看。牛市中压力很容易突破，熊市中支撑很容易跌破。目前是什么市场，大家可想而知。欢迎加入 IG， 每日限时动态可发问单日复盘个股，也欢迎加入会员，100元是赞助本频道，300元是另有波段个股会发布会员独享影片中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贪婪韭菜，我是 Norray。 那我们今天要来讲一档也是观众留言的个股，这个环泰4207。对，那这一档呢是算是这个食品股啦。对，那目前的食品指数呢是突破了它原来的这个压力，然后目前做一个算是回调，然后有机会做反弹。不过这一档啊，这一档感觉上呢是没有跟着我们的食品指数在走，它反而就是跟着主力拉的这个盘势在走。好啦，因为这一档的这个成交量一样没有到特别大，所以就是操作上就是自己小心。好，那这一档的这个周线和月线其实差不多，所以主要可以讲的大概就是日线吧。对，那日线呢稍微来看一下，我左侧这边有画一个。这个是什么一个形态？目前啊，有机会走出一个形态就是这样子的。这是什么？算是杯柄啊，杯柄型啊，就是目前走到这边这个阶段嘛，就是它这边这个阶段。那如果说这个地方顺势去突破这个地方嘛，就是它的前高18块这边顺势去突破的话，那后面就会来一个再次来一波的这个上涨。对，那一样啊，要怎么去判断啊？要怎么去判断说？这个地方会不会撑住？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很好的进场点啊，这个位置，因为很难去判断啊。说真的，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我反而觉得说它不如就直接回压，对，这一边就直接掉到大概14.5啊、15块这边，那我们再去做承接，那我还觉得比较好一点。就是说这一块很难去判断，那你不如等待它跌到下面这个区块。然后再去做这个接盘，那接下去之后一样，就可能这个形态呢就不是走这样，就是直接打叉叉，它可能就是走出一个正常的一个箱型这样子震荡的一个形态。对，有机会啊，有机会。那目前呢，其实在之前的时候，在一样嘛，我的画线方法都一样，从底部上来之后遇到压力反压下去之后上涨，然后。回档嘛，那回档这个位置就是一个蛮重要的地方，所以这边呢走到这边的时候，可能都还没有办法去入场，因为可能都还看不懂嘛。那但是到这边这个区块，这边的区块涨上去这个位置呢，都是我们可以去进场试探看看的地方，因为很明显它这边嘛，主要呢就是你自己画嘛，大概知道说，它的这个支撑，它的颈线这边附近的颈线就大概回落在这个14.5到15块。对啊，我自己目前的想法就是，要么你去追买它这个杯柄形成之后突破的位置，就是它突破这边的位置，对，可能18块就追买进去。当天啊，如果说当时候要涨上去的时候可以去做当冲的话，或许观察一下，这个越过18块的时候就去追。那当然会不会像它前面这一天一样，上去之后又回下来，都非常有机会嘛。但是如果去追的话，是有机会追到一波。真的要走这样形态的话，这边就开始会转折就上去了。不过这边比较难去做判断，所以接多部分就是等待嘛，回落，然后它这个线型，这个形态直接打叉叉，直接在这个地方去接，然后做一个短冲，也不是短冲啊，就是短压力这样子，可能就是底下大概14.6、14.7到这个15.5这边就可以拉一个大概7-8%的这个利润就可以先走。对，那是目前的看法。对，那我们再切成周线级别。周线级别我们拉远一看，可以看到2013年到2014年这个高点大概就是在14-15块左右。那目前呢在我们的4月14号这个地方就涨过去嘛。那也可以发现说这边其实也是走一个形态嘛。走这样子一个形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在这个行情在走的时候，稍微就是去观察一下有可能走出的形态，它只是这样拉嘛，然后最后拉上去。那当然在这个位置去进场的人都是比较有机会去跌破的啦，因为呢
拉嘛，越拉越到末端的时候。不过其实我觉得拉远看到，觉得啊，因为它每天振幅好像非常非常小，对，它这样一周下来，它从这个 13.35 最低，然后最高 13.6， 对，你看这一周啊，它平常的量都非常非常少，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边是主要是主力有在控盘吧，对，然后。比较好去观察，就是说它的低点嘛，每次涨上去下来的低点，上去下来的低点，对，都守住嘛。好，上去下来的低点，这边最低嘛，这样守住。所以说这边上去下来，欸，都是有点类似底底高，所以可以一样的啦，这样的方式去判断，可以稍微去可能在这个位置去做进场吧。因为我们如果说抓这个上升趋势的话，对，有机会啦，只能说有机会。那当然。如果说线型走了不是说特别漂亮的话，也很难做进场。像这边第一个位置嘛，然后这边第二、第三，大家可以进场的位置在这边。那目前呢，主要就一样守住大概，这个低点大概 14.6， 对， 14.6， 然后到15块这边吧，就目前的低点能去守住。那回跌到这边再去接盘，才有机会赚这一段到这一段的支撑和压力的这一段的利润。要么就等突破嘛，要么就等回踩再去接。那我们看一下月线级别，月线级别就更简单的画一条这个上升趋势嘛，对。然后可以知道目前整体的形态呢，这边拉远一点去看，你可以知道是有可能诶，在现在是礼拜不是礼拜，这个六月啊，六月这一根嘛，那可能会回跌到这边吗？感觉不会嘛，那可能七月。欸，八月，欸，八月感觉就有可能哦，对，会不会八月的时候，欸，就下跌到这个上升趋势线的时候，然后就又顺应着这样子往上去涨一波呢？不知道，但是以长期来看啊，可能要放个几个月才有机会再往上涨。如果说不跌破，对，前提是不跌破这一个比较大的颈线，因为是之前的2013年到2014年的颈线过来的位置嘛，就是 14.6 到15块这个范围，那就是给大家参考看看。好，那我们的这个环泰4207就大概讲解到这边。那一样喜欢我影片的就帮我点个赞，然后再帮我订阅起来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，接下来会不定期更新。喜欢这部影片的内容，请订阅及分享。再次感谢大家，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